第三个县长交市长，伫第二任我感觉上认真嘞，因为吼，从无几当伊阁继续认真咧拼。当然，市长拍拼认真为将来，伊个策略我感觉是安尼，甲台南市治理又好，和民调全国上好。话讲伊要新北市选举，不过我感觉市长有两个现象，因为根据较便宜的大众媒体，即马大概咧想你台北市迄个市长吼，可比吼，我就感觉咱市长有可能会选台北市。市长，你看我咧建议有破无？有诶，甲我讲吼，你卖接顺过去的，拢讲歹，无讲好诶。其实我观察，即正常，大家拍拼为将来。我甲台南市做好民调，我悬，别人要叫我拼台北市啊、新北市，你诶机会就较少，这是正常诶哦。哦，市长，你看安怎？我建议安有破无？因为你甲王家珍讲，你可能新北市吼、哦、要做好啦，做满啦。市长，你看安怎？我建议安有破无？感谢蔡议员的关心啦，吼、哦哦。不过我即摆伫市长的前台，啊，甲市政做好，这是我的责任啦。嗯。我对台南市市民的责任，啊，甲对因的承诺，吼、哦，并不是其他的目的。好，多谢。安尼，朋友，你先讲。啊，感谢主席哦。按文化局长啊，这个天马电台吼、哦，阵的进度是安怎样啊？天马电台是文化部的管理嘿，所以进度上，阮这边较无掌握较清楚啦。啊，不过知影讲，伊今年应该就是迁走安尼嘿。安尼哦，是是要迁走啊？你无啊？未来规划咧？规划你要做啥？因为这个。部分管理单位是文化部啦，嘿，文化部、哦、啊，所以要看文化部后续因对这块土地有安那的处理方式，哦，是要阿弟要开发呢，还是要交等于国有财产局呢，还是安那后续可能较有法度较明确啦，吼、哦。因是要做这个创意文化啦，袂像台北迄种电影城安尼相共啦。恁文化部意思是安尼啦，你若结合按观光局啊。你若最简单，当韩国一个裴勇俊，你看带动咧生机，但伊咧产业，伊就当一亿三千几万啊，一兆三千几万啊，吼、哦、对不对？你来结合按观光旅游钱，吼、哦、来结合未来这个你做人靠路用啊，你袂使搁伫遐期望啊，你要对文化部遐提出意见嘛，未来按规划这天马电台、嗯、是要做啥，对咱地方有帮助，会带动咱地方的生机。即几冬啊，从都发局遮啊，拢有咧做相对的即个规划啦，包括你拄啊讲的即个讲啊，也是讲要做影城啦吼，也是讲要做拍片的片场等等，其实拢有初步啊一个规划啊，捌去参文化部啊报告讲，诶未来市政府相对即安尼一个规划案就对啦。不过因为拄啊啊，迄、那个拄啊中政府拄啊交接尔吼，所以即个部分哦，拢还袂定案啦。你卡步遐紧的啦，因为天马电台伫二三十年来拢讲要迁移迁移，难得今年才迁移嘛吼，迁徙迁徙，你诶迄块地未来要做啥物，你若是规划出来嘛，啊对中央落去争取，对台南市未来诶产业也好，推广也好，较有帮助嘛，是毋是爱安尼咧？啊，拄好是市长，你较了解你未来即块。感谢议员的关心啦吼，确实进前迄个央广的即个手吼，嘛捌找阮讨论啦吼，所以阮有谈同步检讨内底，已经有甲定位成即个文化创意园区的部分啦吼，啊内容后拢甲定，啊嘛协助伊办过招商啦吼，啊真可惜到尾啊即个厂商啊，因为最近的一挂即个案吼，拢迄个一挂 BOT 案吼，大概都有在查吼，所以他。比较谨慎，啊，后来央广甲这块地交还等于文化部，我们要予新政府这边来做这个决定啦吼。所以未来阮看这个文化局，拢会去看文化部遮，过来讨论，因为都市计划，咱是希望好朝向这个方式来发展，所以嘛，希望文化部啊，会当来重视地方这个文化创意产业，看这个观光产业的需要吼，加速来开发这块地啦。对啊，无唔对啊，因为你要开发，你要提出一个计划嘛。是，咱原地都办起。啊，观光旅游局，你结合
明仔台南市这个土地产生这生机出来啊，安尼唔好落用。是啦，因为安尼确实吼，就讲卖吼这块地闲置啦吼。啊，第二就是讲，咱伫这个园区内底，咱嘛有保留大概八公顷吼，为着咱这五块厝排水吼，咱无希望讲五块厝排水整治了，那个因为做大水，个叫溢出来吼。所以咱伫这个园区内底，咱嘛保留八公顷，后来做自洪池。安尼未来做文化园区内底，嘛有一块真水的自洪池。安尼对这个未来这个园区的开发是有真大的加分啦。啊，这个自洪池的部分是予水利局已经有规划在内，未来呢，这个案也通过，有哪会当予水利局去争取相关的预算来开发做自洪池？安尼有哪会当首先咱解决咱这个安南区这边的这个水患的问题？所以这是咱整体规划上拢有做详细的考虑啦。对啊，你脚步较紧的，因为市长也非常认真啦，吼，非常拍拼，大家肯定啦。离岸市长进来，看当一块地，紧来开发的未？你听无？好、哦，对了，咱地方买发电啊，是。林议员，我给你补充一个消息，主要是魏德胜哈、哦、是有看上这块地了，因为伊要拍一部叫做《台湾历史三部曲》，啊，希望伫个这个所在拍，啊，这是为怎样哈、哦？咱个进前，咱含文化部接触，是不是朝向文化创意产业这个使用方向来？但是这边魏德胜哈、哦，伊个。迄天我等刘毅甲我讲，伊个分镜都拢画好啊，啊，即话你募集资金呐，对啊，啊，咱希望讲一切当顺利。对，因为韩国当一个培养金，你看带带动遐升级韩国升级，你看遐好，吼、哦，你讲是韩国平台台湾看到一大堆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、这种脚步是较紧的，是其中是人来会当去动工去做上好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其中吼、哦，啊，咱警察局长啊，局长辛苦啦。你做局长哦，通人公认的啦，上介好的。哇，谢谢。哦，啊，你也要退休啊？哦，听讲要退休啊？是国家的损失啦，国家的损失，应该你爱做市长啦。迄市长无爱推荐的款，市长应该是你啦。因为你地方对着干部非常好，你带迄个心嘛，通人公认有对的啊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是，感谢，感谢。哦，我当然支持啦，嘿，谢谢。事实啦，通人娱乐就对啦。啊，局长，我是拜托你讲安那呢？这个海南所吼，海南所海电和海南所，就二十几年前，阮咧议长吼就讲，伊是要买块地，放起抛所啦。因为海南所管辖内有五万几个，遐人口数上介侪啦。海南所因为高分啊重划，按高分啊重划有机关用地，有机关用地，那么较会不会偏一乌神吼？但即个海南所所以高分啊，因为高分啊未来人口数也足侪嘛，遐往就海南所的管辖内，是非常的侪就对啦。吼、哦，我希望局长啊，搁安那嘞，即个五地寮啊吼，五地寮啊，遐迄个即落迄种博物馆遐啦吼，博物馆了一个机关用地，你知何顺所人即落警员嘛无够人嘛，拢无够人，大家所拢减人啊，你未来。按棒球村也要搁去伫遐，遐高级住宅区哦，住户有够侪啊。遐那是咧机关用地，万一市政府都免征收会当下，那么还要交代落来偏无声落去，因为即个海南所也需要，啊和顺所遐也需要啦，因为按管辖拢太宽嘛，人根本无够啊。哦，啊你未来棒球村搁生伫遐，按市政府非常啊推动这棒球村，相信也连袂发包啊嘛吼，连发包啊。对，你这个所在吼，你无提出预算，你搁拖一档两档一直拖嘛，吼、哦、啊，那么今年底偏预算，那么那日像这个海南所、和顺所，看咱个做个袂很好。是，我来另计划吼，啊来甲市府这边来争取。对啊，对，迄种足需要的，謝謝因为地方安南区大嘛知啊，各所各分局嘛知影，遐上大所的啊，啊人口数搁少，啊一直发展起来嘛。吼、哦，博物馆遐人口数够侪啊嘛，五地一定上细里的，未来五地了算上大里的啊。吼，还要高级住宅区嘛。吼、哦，啊高分啊，你去高分啊做了完成了，遐人口数搁较侪。吼、哦，所以一抛售吼，会钱钱啊，无当做啊。吼、哦，好唔好？好，吼、哦、局长。是，好，谢谢局长，谢谢。按说一句，说一句局长，这个人爱之家吼。人爱之家，是这个总是
按咱病院起步投一个4000万回馈，嘿，了这4000万你是想要做啥？即卖已经拢伫进行当中啊，啊，干部局即个5月嘛已经拢，因为咱即卖讲迄个西侧遐吼，议员你咧关心的西边、西边迄边，咱拢已经规划好啊，啊，即卖都拢要来处理这个部分。对了。嘿，啊，迄个部分要来做多功能的这个。老人的一些设施，包括日照，包括这个多功能的一个活动中心，这个部分拢有在规划，拢规划好啊。啊，图书馆呢？嘿，在迄个楼顶，在迄个二楼以上，咱拢有这个设备。因为人口数太侪啦，啊，阮地方哦，不是。咱会做这个多功能的意思，就是讲会包含这个部分，包含议员讲的这个部分。啊，发包啊呢？袂，即马就是干部局，伊5月拄啊开会了，即、這个所有的即个时照，还有这个工程的这个预估，即马拢已经做，拢已经规划好势啊。安尼哦，希望你较无要紧的啊。好，遐几落冬啊嘛，是是，两个空档的啊。因为到旧年底开始来进行这个定数，嘿。哟，也对地方有帮助啦。是。因为即个家长咧反映嘛，因为阮迄东北部遐无一个图书馆嘛。坐囡仔读册去，你像黄中心拢客满啊，迄都无法动弹嘛，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局长啊麻烦你，吼。好好，感谢议员关心。按教育局长，按全国2004年吼，全国运动会，按台是下几金啊？下几个金牌？全国运动会哦。嘿。十几金。无影啦，7金啦吼。全国。7金啦，哦。伫高雄嘛，按达2万啦，单是2万啦，就会4金3银2铜啦，成绩会了上介好。是。前中运的时阵，伊花台东的款，按全部拢总会12金啦，台市啦。2万的会7金啦，2银5铜啦，成绩伫2万。前中运是18金嘛？哈？前中运咱是18金嘛？前中运哦、喔。嘿，对。哎。嗯、啊，按打两万会7金嘛？你敢知？对，嗯，成绩上介好诶，是，完全拢无教练嘛，专任教练，规个国手，像即落比赛亚运诶，迄完全拢走去外县市，咱即个去台北去考着啊。按咧开这会，爱开会，你听无？是，甲议员报告吼，因为市长嘛，就关心即、這个。专业教练的这嘿对啊，所以呢，阮伫个今年度呢，会增加15名的迄个正式的吼，诶专任教练吼，啊，阮会通盘来迄个评估检讨安尼吼，所以对这个讲已经有成绩吼，也是讲咱的迄、那个咱本市的优势运动项目这部分，阮一定会来考虑。你先无买到2-3块啊，好两万个啊，你即马全部考专任教练是对这专伊这专业。有法度啊！啊，你即摆往个，你想伊设计个来教网球都无下啊。对，当然袂。所以你要开个会，就是讲后来两万个要几块，上面要几块，啊，落去算，你听无？是。你无你一寡国手啦，出来无头路够济啊！阵话用即台北市伊嘛去考着啊，完全无出路，按台北市拢完全无开会嘛。我比如讲，今年有要迄个增加咱的专任教练的这个名额。你拢总今年要用15块嘛，吼？是。是袂当到2-3块，吼，2万的。这阮会把各项目拢提来做评估啦。对啊，做评估嘛，因为你专任教练是爱有专业，伊唔好发动加。你无专业，你评估落选手，你评估遐也无。两万个边啊，啊，但游泳嘛，我优先来处理讲遐有成绩的吼，比如讲已经有成绩，啊嘛培养咱的选手培养足好，啊，咱这当然嘛爱优先来考虑嘛。我譬如来讲啦吼，台南市议会啦，以早从来毋捌拍南名来啦，台南市议长八毋捌啦，是，就前议长带动台拍球运动啦，我捌11连霸啦，是，做任务，前当我去冠军啦。是今年阮20搁要桃园比赛啊！我知，我听讲最近大家拢有咧迄个集训呐。对啊，拢伊拢办个请教练，是，阮请教练，阮家开钱请教练来教。阮的形象快会遐好，唔快冠军，迄嘛台南市的民主呢。是，二条背你也想，阵也大也看到台南市的大人软卡呢。是，大人软卡呢，对不对？台南市就是强嘛。是，啊，你碰些阮的付出啊。嗯。阮就请教练来教。
你个国小个，你无栽培嘛无多啊。你想我何算国小啦？一当阮当开始，阮家长个开始有够济啦。囡仔拍第二名，阮若栽培去日本比赛，阮开始50万，无囡仔出半角银啦。你国中个要做即个政改政办正局长吼，有要国中个遐做做两块扩大，完全就拢无做啊。我甲议员报告者吼，第一个就是讲吼，咱即马迄两万个迄教练啊吼，其实咱即马正式个有一个吼，约久个有五个，就是咱即马66个名额内底，其实是有六名即、這个两万个即个教练呐吼，这是第一部分。啊，第二部分就是讲吼，我当然知影记者进前有咧讲讲和顺国中吼，希望有一个即个网球练习场嘛吼，这其实阮嘛是旧年吼有去甲体育署要。这个争取啦，吼，就是讲希望讲咱遐嘛会使说，但是伊感觉讲咱迄个和顺国小、和顺国中这边吼，成绩还袂看到，而且咧训练的人数较少啦，吼，所以阮这阮有个，我和顺国小我是四年的栽培，栽培到六年的，就是要让头他因快拢离开，大拢散去嘛。我知伊有诶去南宁啊，有诶去后壁啊，嘿嘿。因为恁总是讲要让体考大、奥大伫遐，但快拢留伫遐读册。是，其实阮都有咧对。阮有咧追踪即个囡仔的即个发展啦吼，我嘛希望讲，阮会过来甲迄个体育署来争取吼，是毋是？你也叫因去日本比赛第二名咧，太无成绩咧。嗯，哦，钱阁开阮家长花咧。是，阮会阁继续甲即个成绩来收集吼，啊，再过来甲体育署吼来申请讲来伫咱的迄个所在。杨思科遐是伊有讲有骗了无唔对，有钱，台湾体检署的处长因为咧太急。联络，我讲恁上无爱做两块扣大事，也先会当互人拍球啊。啊，对何顺国小起来都改变了，国中诶，拄啊对囡仔安尼起来，以后安栽培安台南市遐选手嘛好加大啦。哦，你袂使囥诶一档过一档一档过一档啊，已经三档外啊嘛，已经囥三档外啊。我希望你局长较支持。再过来努力争取啦，嘿，好，谢谢议员对软网的重视，谢谢。对啦。啊，两万的开课吼，你甲注意一下，你袂使讲游泳的选手来教两万的，迄是教不清楚。哦，袂啦，所以我唔得家己做报告，讲66名，即卖的即个教练内底其实有6名是两万的教练，嘿，好，啊，阮会过来努力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请坐。按劳工局长啊，市长你会记一下袂？市长，你会记按一届台南县吼，拄啊5月节进前吼，一个阿嬷94岁，5个囡仔无是大人。你有去遐关心嘛？迄拢按劳工局的功劳啦，请木工会，遐所有的遐职业工会拢去斗下手。那一冬吼，我讲啦，因拜六礼拜休困啦，拢替咱做公益啦。是啊，替咱做够济啦，劳工局对我足辛苦，拜六礼拜拢去遐关心嘛。啊，总是你讲要找一个所在，好囥一挂房啊啦吼，无落用拆起来囥的，他免去买新的嘛。因的开销嘛较轻啊，我找个所在囤一挂因的房啊啦，无路用的物件捡起，因当整理嘛，整理落去做，落去一挂较艰苦人诶，是做有够侪，木工话是有够，我看当拜六礼拜，你看那志工队啊，拢无咧休困咧，拢为台南市拍拼咧，哎呀，尽管台南市个俩，佫无要紧咧，即卖包括观念太快啦，太过快，是下拢爱奖励一个啦，啊，着人局长也够辛苦啦。伊逐礼拜去关心，啊，木工会会长也相共，即分会长也足骨力，啊，拢去关心啊，遐志工队是够，是啊，足拍拼啦，哈，有闲啊，鼓励一下啦。啊，局长，恁敢找一个所在，互伊放一寡物件？伊这部分哦，感谢议员的关心啦。这部分实际上，市长也咧关心，阮咧甲即弱势团、弱势劳工修缮的时候，阮毛。因嘛有咧甲市长反映，市长嘛有交代，啊，像我嘛找过过来所在吼，评估了，拢啊个相对等吼，咱爱投入真侪，即个爱去建的钱啊，甲落来是，所以现在还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地方。况且我嘛就包括找北河高速公路的这样的一个路桥下西港段，我嘛去评估嘛，拜托咱的。高速公路局来，大家做探勘评估的，但是到尾也评估了，都还是不可行的方式。啊，阮会继续过来努力，找有啥物适当的所在来努力啦。因为俺木工会出人，俺来找所在很坑啊。我感觉因一个做辛苦的物件，哪个我们买？你听无？因为木工会拢付出的嘛。以往我利用这机会吼，再次甲咱木工工会甲其他的工会说多些。
有些人帮忙够侪啊。咱台南市一寡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，甚至边缘户、独居老人，因的厝是老户啦，哦，啊，迄个家庭的环境无好，啊，即摆咱台南市即阵志工，哦，员工是出钱出力咧帮忙，啊，我有请劳工局甲协助，我讲出力就好啦，钱吼唔能够出，钱由台南市政府来负责募集啦。啊，你即摆讲的迄个藏物件的所在吼，我即摆请劳工局去做所在啦。哦，唔免去，但物件拢买嘛，不如你从下当。我意思是讲，唔免去高架桥下再找空间，还佫张结费去，去租，花钱去租一个地方，理想的地方，闲置的仓库，去租租所在，啊，互因藏，啊，以后因要运用，要搬运较方便。哟，啊，人肯定啊，市场就只是安尼啊。事实你，我嘛看你足辛苦啊，特别办公关心嘛，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找所在放物件，哦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市长，这个事情吼，按四车也虚讲啦吼。当时这初选，我参林俊宪议员吼，拢去关心啦吼。伊讲，因为事情咯，因为经过六里门客嘛，你几落届十几栋来争取无路用啊，逐栋拢偏八到十万啦吼。你去南方的时阵吼，六里门客就刷个门入来嘛，遐阵啊两三百只无当出入啦。按偏有算，逐栋伫遐抽刷讲会当处理。你要隔天两天就阁无法当出海啊！遐两三百只的时阵就袂当处理啊。那么按外口地地嘛，我海遐吼，迄阵我向林主任议员去讲，啊无以后无啊市长上任的时阵，啊那建议看遐，把中央讨经费，吼、哦、来做一个鱼港嘛。那你看人平湖每一砖头拢有一个鱼港啊，咱高雄鱼港嘛做了袂歹。按罗里门遐吼，迄、那个鱼港啊经过即个罗里门溪嘛，啊罗里门溪要处理。我问一摆，遐嘛捌并存啊，然后死过人啊。啊，逐单拢偏有损，啊偏咧有损，伊都爱抽风扫，抽个尔。我藏下抽个，风扫了，伊就无咧插你啊，你听无？你看我被抽啥船？吼、哦，伊就无咧插你啊。所以安那边个外口外海遐吼，做一个鱼港，鱼港厝啦。吼、哦，当然钱爱开着钱啊。按达中央甲争取看卖，无因阁经过六里门溪吼。你逐当偏做有损无路用啊！总是我建议市政府讲，阿无安尼买一个抽刷的抽刷船单遐，是毋是？啊，袂当出入，安尼现抽。无你搁等啊有损，搁等啊发包，遐渔民你看拢过时啊！哦，今日林议员，我会请农业局吼，是啊，我会请五副市长来主持，是啊，邀请工务局、水利局啊，甲农业局。去看遐是毋是有适合做鱼港？好，是。如果讲若可行的话吼，咱再来写计划。啊，请林俊宪立委，伊即摆已经立委啊嘛。哦，伫中央甲咱争取经费。是，因为俊宪头也袂歹，因为迄阵我拢去遐关心嘛。啊，佮你阵咧初选拢在走嘛。是。哦，迄阵毛在遐讲，讲毛万一啥物情形，我知影江苏那大啦。啊，即摆按完全执政啊，事实咧帮助渔民嘛。哦，讨一下经费也拄啊好尔啦。哦，好，无市长。哦，啊，市长。我请教吼，像按肉品市场啦吼，一进度到啥你敢知？肉品市场，我请农业局副局长来讲一下进度好无？拢有咧。好，家己完报告吼，咱迄肉品按南肉品市场的这个迁移的工课吼，当然这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方向啦吼。啊，咱即摆是讲要迁去这个。咱迄鲜花的肉品市场，啊，即款肉品市场的这整体吼，咱这多灾线要安怎安排，要安怎迄类吼建筑的这部分，咱即摆拢委托人咧这个规划啦吼，啊，即摆马上各路外就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设计的工课，吼，啊，这个阮是希望讲吼，看会当个1807年吼来做完成啦，嘿。因为你地啦，你遐物资一定爱先做嘛。嘿，对。你无紧发包，紧做诶。你要打遐即个种个台南市一百片市场解毒，你入去无法度啊。你物资要安怎走？对。哦，因为市长迄阵按他们讲，市长也非常关心。是。因为病院来伫遐，嘿，对。高级住宅区拢伫遐，即百片市场伫遐，产生对住户也无好啦。是。啊，讲遐济冬啊，吼，希望按市长进来。吼、哦，你阵爱怎发包伫迄方面啊？污水也先爱做啊，你污水无做啊，我讲你搁嘿，搁
搁十担啊，放伫遐啦，也是无路用啦。即摆有咧种田。你来偏污水，污水来做做诶，吼、哦、料，死拢唔快当废掉啊，好唔好？好。看第一市长进来会当完成诶未啦？好，完成。因为市长嘛出级，啊，我地方我嘛出级啦。嘿，是。啊，我拢答应讲市长要进来一定拼，卖变成千里啦。嘿。哦，所以即款工课你著爱去跟你做，因为市长唔是万能诶。好唔好？好，因为市长嘛，感觉讲遐是需要迁移，唔靠来做安尼。嘿，是。吼，嘿，好唔好？好，好。啊，像按棒球村市长非常关心啦。按四幺一对永安桥这条三条桥，你要好看嘛？四幺一有算啊，拢有啊嘛，吼，拢有啊。这棒球村你当然还袂做，你交通网要做好啊，吼，交通网做好，桥嘛要放宽去嘛，吼。啊，伊则。五地寮的古堡路迄这节，当然也放宽四十米嘛。吼、哦，对地方做迄节拢无做尔嘛，吼、哦。这条我知影四幺一也有啊。啊，要结合这个交通网吼，其中我是拜托遐台糖地吼，早上是有做二十米的，要接整个台安关，做十二三米的伫遐，单安这条要遐接嘛，整个台安关。遐过对着迄种这个港口吼、哦，这个港口遐住户吼。譬如要来病院看病也好啦吼，非常有帮助啦。遐规种台糖的地啦，啊，当然迄阵苹果是一挂。市长你有讲你要做，事实都无怎样做。那么这条四幺一来落来唔吼，你的经费会当搁啊套，往孙耀谦道路啊套换经费来做，好唔好？因为即摆因为咱迄个棒球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已经发包。好、哦、啊，无偌久就会当动工啊嘛，所以配套的交通很要紧，真要紧啦、啊。啊，尤其是变好因公交流道落来了后，会当真紧来到家。是。那林议员关心的这个民众就医的问题，吼、哦，经过路线，我们会纳入规划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遐已经带大概十栋啊，十栋、啊。对，我会把它纳入整个计划里面。对啊，因为安尼吼，然后分阶段来做。对，无你啊四十米的几排。拄啊，八平市场病院嘛，啊，岔路过来吼，车辆拢会塞掉的。你看下晡时啊，下早时啊，出入吼，拢塞车啦，属于拢塞车啦。所以迄条怎样是，就是地方咧建工迄条，爱开来安怎样，唔快都是计划变更上路进步，哦，走七档啊过嘛。我希望市场吼，那注重这条是好唔好？好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好。较多啊，当然市场你一次的可以拢是。现任做好了吼，可是我会当洞察你未来政治的企图心。我先来问市长了吼，这两日大家较关心的，就是这个房屋税问题。房屋税我感觉上头两个原因，大家袂当接受。一个就是你的追溯回推到九十年七月七，就是有领使用执照，咱拢要共扣税，为阮过去。新起的、增建的，也是讲改修的。第二就是调幅平均差不多百分之百，只要你感觉这个调的，你应该知影嘛，除了可能在啊顶嘛，调上悬的偌济。因为蔡勇，我甲你说明一下吼。第一就是讲，只要你应该吼，咱卖为着，因为我感觉你啦吼。无啦，你给我一分钟，我甲你说明较清楚，因为你这是重大议题嘛，吼。恁昨昏的记者会我有看啦，吼、哦，看恁的讲话内容我有看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想中间有误会啦，吼、哦。第一就是讲，因为这是咱的啊房屋标准价格，吼、哦，已经七十三年到今拢无调整嘛，啊，咱这个公告地价跟市价也差了很大的距离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监察院审计处纠正各个地方政府啦。然后财政部也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依法去调升啊、哦！今年我已经第六年啊，你看我拖偌久，所以不做不行了。但是呢，绝对是无像他如果蔡议员所讲的，哦，讲平均调幅120%啦，哈、哦，没有，绝对没有这个情况。市长、哦、是安尼啦，哈、哦，阮跟这里、啊、呢，就是讲这个案的公文嘛，唔是讲到我的桌仔顶啊，我。已经到我的桌子上，我跟您讲吼，也未决定，也没有这个事情了。市长，哎、我想了吼，你的意思安怎？因为借这个机会，我想嘛，大家拢知影这个问题，因为你地价税调整32%几，这是明确的。
已经要做了，没问题嘛吼。对啊，因为会当加收偌济钱？咱恁昨税务局有讲差15亿，财政处长有熟悉无？财政处长，张处长，是不是有调整15亿啦？起起来，照比例算是这样的。好，好，请坐，市长，你双涨，你敢想这低薪阶级想会到未啦？绝对影响足大，伊一当会领的薪水，那个蔡议员，你也了解吼，因为咱拢共几百、几十万户，台南市房子，房屋税影响了十万、十几万户啦，61万户啦，所以那种讲有受影响的是12万户，唔是讲弱势，弱势迄种特别多啦，你了解无？我请问你这个定义无够严谨，先话弱势的袂当买90年以后、7月以后的厝，较好是活一世人来买吗？我伊冇可能。刚才讲了，请问咱卖争议啦，就是讲，唔是啦，我大家建议啦吼。无，因为你若要讲，咱来讲个清楚嘛，爱讲个正确。冇紧啦，请问因为吼，你听讲，这个时间，请问，是讲90年以后的厝拢扣会着税吗？不啦，我不一定我可以着税了。安尼啦，市长，因为咱两个过去吼，为着这种争议真大，你捌甲我反执行？哦，我无讲，你袂当甲我反执行。我对于改，我较真想袂开。这毋是反执行啦，较毋是反执行。我第一改讲，恁甲我伫咱市咸水区挂一个看板，我无讲，你就先甲我讲，我为我要有百姓听，所以我对你印象无偌好。啊，即几改来我咧执行，伊拢会叫我回来回去啦。哎，根据议事规则是安尼啦，市长，我唔是要方多你讲，因为咱两个看法作势无同款。啊，伫短时间我都达成，讲你对，我对，要法官伫这咧审判，这局处长也无都投票讲上对唔对？因为你讲的跟我讲的面向交角度好是不一样。你是徛在市长执政的团队的立场，我是徛伫替百姓发声监督的立场。所以市长简单讲这个案啦，你的看法安怎？当面大家这个解决过来。大家时间不足，先卖拖足久。不然，我来跟你说明嘛，吼，有几点。好啦，有几点说明。卖啦，没讲我这资料。你简单，应该你知嘛。报纸讲遮济，大家以为足济人讲。你感觉你调整要偌济，才会当接受？我第一个哈，好，就是讲这一次没有说平均调涨1.2倍啦，没有这个事情。我偌济你讲啊，我讲唔对，我讲唔对。好，你说。知道嘛？哈。好，你说。好，偌济？明年。新的税制嘛，哈，新的税额，我明年我要开征，来多少？房屋税多少？你听我讲了，好，也不会有任何一户会有1.2倍了。好，马金，平均多少？平均多少？安尼可好？咱卖讲这嘛。我都唔知啊，你听无？好啦，市长，你别安尼讲，我嘛无法度，因为这重大案件，因为你，好啦，是的，你请坐啦，吼，请坐啦。我一句话都好了，因为恁张的记者，你资料伫你手头，这是经过大家。一个多月认真的求证得到的资讯，因为我明天看你呀，你别公布1.2倍，我蛮在。我无希望。啊，相关人你敢讲是1.2倍？啊，你公布啊，无我怎么办？啊，除了你也唔公布，要调偌济？我讲遮济，你也唔讲。啊，反而遮讲，啊，你去敢讲，我无遐济。啊，你应该主动召开记者会，我定咧。我现在讲的就是事实嘛。第一个，绝对没有平均1.2倍。啊，无是偌济，你唔讲好。第二个呢，明年新的这个税率在征收的时候，也没有任何一户他的房屋税会有1.2倍。我来跟你讲，我做清楚好吧？做清楚啊！啊，多少钱？这我不知道，因为公文还没有到我这里。对了，市长，你讲的我嘛，感觉你我有特别这样讲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市长，你讲的我嘛无法度，因为啥讲？手头的资料在手头，我查不着资料啊！啊，你大家会争议不大。不是，你讲我听有啦，市长。哎，看你在你手头，来，清楚了。根据大法官解释了哈，议员、立法院、立法机构会当调阅前，我跟你讲，台南市议员两个什么人，你先来袂当资料翻，主席你猜是谁吧？什么这两个议员，我要去讲了解，讲这两个议员有善尽监督之责，和市长指派去做不动产评价委员会，伊到底有过议员的职责替百姓讲话无？这两个人什么人？那个蔡议员，你要的资料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说不没有得到对方允许不能给的。对了，好，今天我们昨天看昨天的新闻稿，我们也发一这个被你公布的人也跟我讲，说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公布，我们没有公布，但是已经对他造成困扰。
好，这样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法律规定说不能公布的原因。咱市调在1904年三月初九，说明的讲开放政府，是要开放资料、开放服务、开放决策和透明参与协力。啊，你敢做唔敢当？啊，选了敢做的人唔敢当。法律规定可以开放的，去做就会开放。我绝对抗争。我当初是咧做不动产，我咧做地价评委员的时阵。其实我无你讲你坐啦，我讲了后你讲嘛。我下多甲你讲议事规则，你请坐。我敢做，我敢担当。你敢问这较早台南县的这主管，我去做评价委员的时候，我一个拢责任全部这委员，包括民间的市政府派，拢徛伫百姓立场啊。靠，迄个议员去咧徛伫市政府立场，你虽然唔敢话，我不是、啊，这是不能给你，不是我不敢给你、啊。好啦，那卖我不爱去跟你争议啦。反正恁这个开放政府拢是假，骗百姓讲我开放，做着重大议题，像都委会委员嘛唔敢唬人。啊，恁讲的了，恁咧讲的那真的到底开放结束就对了。唔敢你请坐啦，你唔敢去，唔能够讲伊要讲开放政府、开放资讯，我来主其他那边讲，你讲。第一个哈，就是说这个委员会是议会推荐两个名额。市长，你唔能够别讲哦！市长，你唔能够别讲哦！不是由我，你无了解这个组织章程，是市政府评的，唔是议会推荐的。对，但是是推荐，议会由议会推荐。你资料贴出来，你唔能够别讲，市政府推荐的啦。都是议会推荐，好，议会推荐，台南市议会推荐，台南市议会推荐。好，三民警推荐，啊，三民警推荐，跟我签证啊。推荐的时候是什么？102年的时候，市长，你那边感觉足离谱吗？这个时阵是民国，是民国前年啊，是民国后年。这个时阵的时候是100年啊，对啦，因为他有任期制嘛，对啦。啊，这任期制要开会，你这无真的人推荐，啊，你推荐你的人，讲阿边李退是交，他有任期，陆美琪啊，我知啦，蔡元，好啦。不要，真的不要这样。我唔是安尼讲啊，因为市长，恁大家拢懂事啦。我懂事，我讲别熟悉啦，是啊，不对啊。真正不，啊不能敢讲我做代志，我敢唔敢讲？恁大家拢懂事，我懂事啊。卖讲因为伊港商区，啊你就安尼。我唔是这个港商区的问题，我做代志讲真咧，市长。我真正不。我做代志，清廉问政，我也无咧惊啥。事实因是影响着百姓权益，我第二位面当讲，恁家己买货我讲啊。像恁昨昏记者会内容都错误，含事实都错误啊。啊，恁资料，恁资料，恁内底。我跟你讲啊。好，资料。这资料是根据恁税务局人提供的。啊，资料堪比恁遐哩讲，无一点二倍，你买单等于改改咧啊。啊，我即摆我就跟你讲。好啦，资料。卖讲啊，就我简单，我有简单问财政局、财政对财税局局长，没有这个情形啊。啊，恁内底讲，我再讲一遍哈，绝对没有。未来，市长，这个代志应该嘉龙该讲。你文静召开记者会时，你该来出来对我讲个清楚，较袂产生误解。可是，您严重的封锁资讯，拢无爱洪灾，开导致大家开记者会，这是你唔对，我唔对。第二，您执政的是民众市政府执政，监督的议员，您大庙要推荐李天师交陆美琪去替你背书。你唔推荐蔡依威啊、洪永哲去加贴片写公文，当初启动公你的话，当初推荐的时候是不知道现在的事情啦。市长，无啦，卖因为听你讲的无讲的，大家知机会可受公平嘛。不要政治化啦，我改政治化。我是贴片写清楚宽容，你敢讲政治化？102年，启动你唔能抹黑啦。不会预知现在有要调整这个标准单价。重点是其有讲话无，有善尽。替百姓讲话，不是讲推算推牌人算啦，只要你要了解清楚吧。你现在认为民众权益受损，是以为全台南市62栋不掉楼梯，你唔讲啊？你明明知你唔讲啊？1.2倍，我讲市长，细节我还不清楚啊。你是明日之星，你们以为公平才会不一样嘛？昨天的记者会内容，我有稍微询问了一下，我没有这个情况。市长，就这样，你讲的我不认同啦。这代志差这严重，你去年唔知要掉偌济？你想百姓会知影、会认同吗？还没有，他们还在讨论呢。好啦，市长，恁的讲了啊，搁开会，挂了四月份，搁开会，挂伊要上国会啊，你搁怎样讲这？我现在在讲，重新讲三个步啦，好不好？市长，我讲，免你讲还是我会，我已经知影你咧讲的，都无调遐济，吼，大家知，绝对无一头会调过1.2，这资讯是恁胡乱的啦。我恁胡乱的，我敢会去根据这路来讲，啊，恁这久恁唔讲。在你的手头这么久，你给他登登车讲你不知道，
我讲做市长的人较有可能讲这地差遮大，你唔知讲跳有偌济。不啦，我是讲恁的，咱卖争议这啦。恁的咨询错误。咱卖为着这個，第二位差形象你无好，我也无好。我是替百姓争取权益，认为讲你不应该九十年七月七有使用七条的要共扣，当然单价较悬嘛。第二，你不应该跳有遮济嘛，这是阮你建议的代志嘛。过来，市长。我今仔有部分要你讲，有部分不要你讲啦吼。好来，即没有你讲的这部分吼，是安尼啦。咱另外区公所，哦，另外公有要推日照中心，这个我感觉正好政策，我赞成。可是咱另外区公所，伫1903年九月接受到万安这个养护中心去申请，讲要同意做日照。1904年一月发文讲不爱做，用区公所发文不爱做，不爱做，何你两个你，迄附近这个联系中心会两个你啦，哦，讲不爱做，要开协调会，我拢去参加，拢当场讲不爱做，啊，即马要做，土地是人联系中心会，当初开用是要做总署。办公厅交活动中心，谁人讲我讲这个政策讲到尾啊无好？因为我感觉咱市政府以后社会局要找所在爱去慎选，大家底下咧运动，底下跳土舞，底下咧唱歌，巡守队，各种活动办活动拢底下，你袂静袂，甲塞几百台迄个轮椅车去。这样我不给你好，你想正常的人交小寡，唔是讲有问题哦，吼，因为这观念问题，增加人观念的问题。你想伊袂紧张你啦？哦，迄、那个蔡议员哦，我甲利用这机会，甲咱柳营乡亲说明一下。不，市长，我表你决策好啦。日照中心是定义老人的幼稚园啦。哦，遐人，大家知影这强有政策，我支持啊。对啦。啊，第二就是讲吼，如果吼咱附近的乡亲有无同款的意见，大家各沟通、各说明嘛。对啊，啊，恁这帮人硬要讲办啊呢？你讲恁市公所发文的法定地位是讲不爱办呢，后边讲不爱办呢？我建议我会请社会局各去说明一下。民政叫我看，我做位来啦。好，民政叫我做位来。两个做位局长做位来，两个麦拢相提。请蔡议员。民政叫讲社会局的代志，社会局讲民政局的代志。好，两个一起去，然后请蔡议员来协助一下啦。不是我协助哦，我是吼，当初你哪甲骗嘛？因为足侪议员吼，有诶交这个议员较好，佮佮协助。啊，交我当然是讲百姓同意，我就同意；百姓反对，我就无赞成。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恁甲骗呢？我去开会，当日当场宣布讲，日照中心不爱做啊呢，啊，佮发文出来呢，啊，到尾啊，真你甲看，200万补助化做落啊，啊，当地居民要抗争啦。我是希望讲这个代志吼，你的开放决策唔通安尼，开放决策偷偷摸摸，拢无交当地居民沟通，佮硬要做。社会局以后我讲过一条，你要找这个，尽量唔能去找这个，应该互民间的。吼、哦，还是讲找咱政府有地块的所在，吼、哦、为民间来去开发，因为民间咧想咱要找咱政府的所在，伊要降低成本嘛。降低成本当然是安尼啊。老局长说明一下啦。伊免说明，伊甲我讲得足清楚啊，伊个心扎猪忌尔啦。安怎？议员，我一定爱麻烦议员一件代志。好，歹势。今是讲咱社会局来委托这个，咱要伫这个基本上的中央，希望咱一区一日照。那我们在柳营哦，咱是。补助这个团体，万安这个团体，也是任何一个民间团体、社会福利的团体，要去办这个日照，咱无规定伊一定爱伫倒位办，伊伫倒位办，议员麻烦，给我讲讲完整。咱无讲伊一定爱伫倒位办，伊伫倒位办，只要他有一个地方，那个符合我们的规定的那个大小。就可以办，所以我们没有规定他一定要去公所或者是哪一个。首先，我都跟你沟通过，你今天还没跟公我变成这样，变成这样。所以我嘛要麻烦你啊，你两个指定就讲，
啊你民政局长讲小局长的代志，小局长讲民政局长在，啊你叫我变哪？不是，所以区公所。好啦，市长你请坐啦。无啦，区公所我一定派社议员，我一定要甲你报告啊清楚。区公所伊去。恁两个煞伫议会咧贴呢？不是不是。好啦，市长你坐，我讲个我知嘛。我要麻烦议员。我不要你讲，你硬要甲我讲意思呢啦。你若感觉有较好的所在，你嘛甲阮甲迄个基金。我正给你甲市长建议啊。是是是。我的建议就是讲，一般庄稼人。伊伫活动中心咧办人民大会、说明会、演讲会、唱歌、跳舞，各种伫遐咧做的时阵，拢较正常。啊，你像即个上好是卖去活动中心啊，人民办公场所，因为大家看到伦理，一般人会感觉怪怪，毋是讲无好哦。即、這个政策是真好啦。我希望咱市政府要杀的时阵，尽量提供民间的土地。甲协助去起，啊是种是政府土地去做，较正常的交，小可有需要哦，日照的人啊分落开，你的成功几率较悬。像正水当初就是反对我起不起来，咱会计学校嘛是沟通无好啦，我意思安尼啦。第二来，观光旅游局长，请你来头前一下。哟，市长。你感觉观光旅游局长是你任命的，无唔对啦吼？我是安尼感觉吼，伊家己会当作是市政府的秘书组。我五千三工作报告，到今下早才资料三号花，啊我免落去看资料。你卖讲，我无甲你讲，你卖讲，我讲实际，你卖讲啦。所以书面答复后来事后补上。啊，讲伊找资料找足久。市长，找资料找就过来，一起书面答复。你三一早三句话，人跟你讲的啊。口头答复。一个简单的资料，会当找国华会。啊，登革热的时阵，讲咱的观光旅游比较早较好。啊，我们有这样说，是半当一改。登革热的时候，观光旅游比以前好。从来没这样说过。好了，市长。登革热是有伤害。我是要市长知影讲，咱这各级处首长哦，议员，我唔是万年国代，我是用选的。哦，啊唔是市长指派我做的。恁这局处长个爱依法，人啊工作报告的时阵，哦，也有较早予人咧，卖下早较退啦，卖客气啦，你知我意思无？没有这个意思。好啦，书面答复。好啦，我不爱跟你争议，啊，你无客气，正询，你三话我是不要准备资料啦。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。啊，不是想要进火我啦。没有书面答复，是因为我们以为现场口头答复，所以书面答复没有及时赶到。局长，你做偌久啦？我有请他们检讨，说不行，你别给我抢时间你啦。答复。你别给我抢时间恭维你了。跟议员抱歉。你抱歉，你定定以为敢抱歉的，不是真的。我只要跟议员说，没有什么特别理由。你善变啊！我甲你建议做些改。那议员咧讲，卖叫人讲。议员短短五十分钟的时间，要讲的足多，卖定定交议员抢。我是咧甲你讲一个事实，啊，无你要帮你加载录音带，交议员第二回争议的呢。你较多讲的，讲登哥较济，讲我较济，无要帮来讲。我没有说登哥的时候，好啦，我更好。你请登去坐啦。你后需要，我甲后甲你讲。你主持人，我讲你听啦，市长，我第二遍即马要来讲工会代志。我请咱永康国小校长哈。永康国小校长。黄校长。洪校长是吧？黄校长。黄校长，请进到那个议事厅。校长来了吗？校长，歹势啦吼，即我是破例，无我较早伫大林关交，拢十几档拢伫教育小组交第一届市议会吼，因为六口六无得，我今仔来，唔是讲无爱接受恁讲，就是教育局，我倒去管理工会，我甲你讨的资料，你也甲我答复上无够，我。大家各种各式对起来，可、就是你公文无好过啊！吼、哦，这应该你知啦吼、哦。校长，你刚才意思？你刚到今仔你来，我叫你刚才个意思啦。议员报告，我刚刚才知道这样的事情。啊，你教育局有问题，我专门个底下咧讲，讲叫我卖叫你来，啊，我甲迄、那个因恁相关人员拢讲，恁这个资料就是我去国比对昆山国小岗位发文处理。
恁永康国小有你华无资料。第二，就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，就是讲岗位唔是请假，恁个准。你一届年车就甲准岗位假，准几档的？你刚在意思，校长？你刚在意思？跟议员报告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确实有看到这样的文。那我也找了学校的。你一礼拜准你两日到三日，阿伯讲到底有办岗位会务无？对对，校长，跟议员报告。其实呢，校长，你听我讲了哦。其实我跟你说声抱歉。伫教育团队，我当初一直想要选教育团队，我做生意人，我单纯个。最后我的选股，阿伯个选股甲我讨经费，我会当去互因。感觉讲适当的建设，我选股，我希望做一个哦文教园区。啊，岗位就是上过湖南，我看嘛要讲哦。恁校长拢教育局叫恁去上课，我校长讲啊，我去个听听，也无足认真听。我要叫你来，就是要互你做一个。以后你等于这校长，你知影讲，哎呦，我这个岗位哦，我被准假吼。议员叫来议会哦，你怎会输了吼？我唔是对你有敌意啦，我就是讲恁这校长吼，先我爱注意岗位法的规定。岗位法规定，简单讲就是讲，你干事才会当请假吼，会务人员未使。啊，要请假，爱根据公务法实行细则三二条规定，交公会会务相关较准，唔是空白数钱。我规当伊有家己咱可以六十节来这假，事后个。你去给伊随便来记者，啊！无你看讲有咧开会无开会，我个偌济好因，啊！因个监督者是好行政工作呢，有遐济遐大能力，你怎会输校长？因为永康国小算岗位内底正算上，我知影一个林立锦议员，他是教育产业官发文出来，拢绝对会挂林立锦。伫是诱人的时阵，所以恁校长看到伊会惊，我知影，因为惊啥？惊以后要选校长的时阵。因会找你的麻烦，对不对？我拢问足侪校长啊，吼，只要你罔听啦。是了，我反对讲工会派代表下来做校长遴选委员。我家己感受会到呢。我若去校里毕业典礼吼，看到工会那鸟子也看到鸟来呢。没有，议员现那个工会现在已经没有代表在我们校长遴选。我伫咧讲我的论述，局长你莫卖甲我插嘴。你我咧替你讲话，你搁甲我讲，卖甲我讲，我讲，我无叫你讲，你卖讲，你卖违以违反议事规则啦。我咧讲我市长听，你无爱认真听，我咧讲目的，我唔是要你回答。我讲我反对工会推选代表，虽然李委员林立锦伊拢赞成，我讲我的理由是安尼，因为校看校长，我问足侪几十个啦，在伊看到工会惊到要死。兼做遴选委员的委员，以后会找校长麻烦。伊也去校讲啥讲啥，伊唔听，伊就要找校长麻烦。一个人唔是圣人呐，虽然找一个瑕疵，嘛有法度啦。局长，你怎会输？对啊，我咧跟你提哪里，我无法讲，你无卖叫我讲。我只是要跟议员报告说，我知影啦，我逐日来议会，我较唔知影讲。对，即咱市政府这做法，我咧跟你论述，跟你支持讲，不要岗位代表做校长遴选委员委员。甚至伊咧评鉴，金山的评鉴，问伊岗位会员，阿无几个好，就会岗位要会员啊。伊评鉴的严谨度在哪里？人恁是有督学，哦，有教授，有科长，相关人员组成一个加严谨的评鉴。哦，校长，你怎歪数了吼？以后你要注意了，好唔？卖首先的原车的准假准规档的工，吼、哦，互伊。咱回六十节假，第外个回假啦，你知影我意思无啦？跟议员报告，其实我们每个月准假，我们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准一年的假。啊，你恁教育局哪讲的哦？人事会讲的，煞我查足济呢。啊，你讲的到底是安怎？恁教育局人事会甲我讲是讲你年车可能稍微做了是安尼呢？啊，恁到底倒袂起来？我乱乱你呢？不管安怎啦，校长，刚咱岗位法规定的，就是讲要开会，爱看实际状况开会。甚至会当甲偷资料，你怎会输无？你看怎会输啦？开会了，我偷来看卖下咧。看开会交公会法实行细则三二条规定是公会会务无，还是讲拍电影？要去登山来当请公假？只叫你讲怎会输？要去爬大东山来当请公假呢？安尼有道理无道理？作者是拢教育行政的工会呢？
啊，拢请公假呢？我只那讲咱教育是无多去管工会呢？工会发文出去，伊唔知一届发了几百个。王局长，依照工会法规定，有这个常务理事会的名称无？当然，常务理事会是有这个名称，但是他我也当开会没啦。他是比较不定法定的会议，是有这个名称啊。一届工会交教师会一当一届开会开二十几届，民间呢，我按二十七岁入工会，做过工会代表，做过省联合会理事，做过总工会常务干事，做过全国工人联合会副理事长。歹势，我伫工会讲歹囝做过头，工会要创啊，我拢知知啦。到咱工会组织遮大，市长你甲看这组织有大无？咱放一日你看卖。工会组织啦吼，你甲看卖组织，安尼有大无啦？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会有几个？三十几个。哦，干事会有几个？有遮侪部啦。哦，我看看是惊到要死呢。你看遮侪组织啊，文宣部、外事部、什么部？一届开会，你敢发叫偌济人？搁主委也要叫，分委也要叫，会务人员也要叫，你干事也要叫，后部正式也要叫呢。局长，你请坐。你感觉合理不合理啦？阿龙，请公告。谢谢蔡议员哈。未来我会要求我们教育局跟学校的校长，一定要遵守这个工会法的要求，一定要理监事，其他职务不行。同时呢，要跟会务相关，而且要有必要性，才可以准假。好，局长，你有听到清楚不？你举的那些例子哈，有一些请假的这个理由啊，我想可能跟会务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两岸交流要请假，对，十二年超额笔试问卷也要请假，拍电影也要请假，校长教师评鉴也要请假，云端合作社也要请假。支会、分会、后秘书长、后会长、副会长，吼、哦，这组织讲实在吼，我感觉上腐烂啦。我只当要讲，我市长听个是安尼啦，因教育无法度管。其实议员，我们是有一再的行文给学校重申。啊，你都无法度管，我唔敢今仔来以为管。对，所以我们也要求学校哈，就是说不是任何一个团体行文给学校，学校就要按照这样做。我都无问你，你作爱讲你啦。啊，议员真正有做啊？唔是无做啦。啊！你管理都无落实，对，所以我今仔个是要市长，你莫讲，我讲，我甲你搭我手，你唔通定啊讲，市长讲出来，人工会有诶因较支持诶议员会当讲，人市长安尼讲啊，啊无你定定互其别个议员甲你骂，啊你拢唔知，你个蔡英文讲诶议员讲市长回答诶，这个是议事堂讲诶嘛，我咧甲你搭我手，啊你足爱讲你啦，是谢谢议员啊，你嘛目色较好咧。我咧讲，市长依法论法，就是讲工会法的规定。全国几个管区有准？你刚才市长，足侪直辖市拢无准，直辖市拢无准哦。我放互你看卖，来。高雄市经济教育部100%的资料，高雄市、新北市、台中市无假。你即马一礼拜个60节落去，效果扣效的人事费，哦。台中市、大约市，哦。你市长交你干事，台北市拢无请哦。我唔是讲工会办会务袂使，你会当经济过去，是好人去全国联合会，做你干事也无教教，也无同意，规当拢无咧上课，大家身材拢交我差不多。做你市长我讲安尼，伊拢免上课啊。天内间有遮个工会，规当免上课的，才好安尼上一个，安尼代课一个，安尼逐日伫工会拢啊出钱。就会相互烂灭啦！我即卖咧讲就是讲，教育局就是咱的人事交林立顺这个科长，根本的即几冬来拢无法度去管工会，工会我行我素，我发一个文出去，那性质咧比教育局较好，教育局嘛唔敢讲叫智慧分会，佮有啥物特教一大堆校的一大堆校拢来开会呢？一届调拢一两百个，无你甲教育局资料互你，只着安尼有合理无合理？啊，开啊你也讲交工会有关呢？无呢，我一般的民间的团体，3个月开一届理事会，一天开一届大会。你甲看，咱教师会一天开偌济会？工会唔是教师会，教师会当交工会做伙开会未？
联合会议，局长你知无啦？跟议员报告哈，教师会他是没有会务假的哈，只有工会才可以申请会务假啦哈。局长，我可都让你看，你嘛应该有准，我甲六间校调资料来，你嘛应该知联合会开几十几届呢？议员，我跟您报告一下哈，其实我私底下跟他们沟通的时候，我都已经一再的跟这个教师会跟工会哦，跟他们说哈，就是他们如果相关这些会议，他们应该用课余的时间，用下班的时间。你大概全用公假啊？那他们也公假是恁们课余时间。他们也承诺说哈，他们从这个学期开始哈，他们会这个尽量用所谓的非上班的时间好来召开相关的会议，这样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有努力啊。局长，我局长，我要改特传播你无法，我改抽六斤，六斤问题就遮济啊。哦，那更是因为今仔要接顺，无你会发袂推足久啦。我替你解决问题啦。你我讲你无得管理，可是你大明嘅，因为后边议员后边咧该吐啦。没有，其实议员这件事情哦，我的立场是很坚定的啦。好，所以坚定你的做别搞啊，坚定你对，你搞公司，我们其实是有努力在做，包括您刚才讲说那个他的那个减课的终点是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落实就是六十节，但是他们以前在我还没有来局里面之前，都超过六十节。好，这个就是。你头话甲讲七十二节，教我十二节，对，所以这个学期开始。好啦，局长，我这个学期开始，你卖搞变足济啦，因为你做别搞，我较来以为讲的啦。你谈过艺术无啦？但是我们真的有努力在做。我今日讲艺术是讲爱落实，对，卖工会一当请过来办一个假，啊，过来议会讲代课老师比例太高了，是，因是全部带他们去上大代课集团。我跟你讲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有跟他们沟通。好啦，局长，给他讲了，你等于落实。是，来，请坐，你卖讲伤济，我讲的替你解决代志，你讲的是假，硬强辩尔啦，无法度落实。依照工会法施行四十二五条规定，就是讲，咱过去好校长你请坐，拢会替这工会收会费。可是工会法施行四十二规定袂使，就是讲我校爱交签约，啊无教育局交签约，才会当收会费。我的工会九千外个会员，我会当予咱校替我收会费袂啦？我平平民间团体会使袂？因为我一当教会员，会员佮我回转来，我敢那伊家去邮局寄会费。我交过了十万，你会当甲我收袂？我拜托全部工会，拢叫大家后体从工会安尼收会费会使袂？市政府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啦。那你个工会会使，我想怎袂使？你讲迄个工会话，教师产业工会啊？无啊，迄就是讲爱大家爱协商。啊，教证无签啊，啊无协商拢无啊，爱当收袂啦？不然，那总讲无签，伫法律上是袂当哦。对啊，我就是要问你一句，你签无要紧？校长，你也认为爱签无要紧，教育局你认为爱签无要紧，拢无签会当收啊！我明仔载开始，市长你我甲写一张，看嘛甲回答，我等下教阮单位拢叫大家后替阮收，因一当收千外万的，欸、你也上网去讲，收千外万啊，职员拢唔请，遮侪职员拢唔请，半个收千外万，遮你敢做啊？开会拢用工会甲出钱，啊出国会当补助，开工会拢会当公假。替工会替出钱，天哪，敢有这好的工会？那大家嘛要做，大家嘛要跟你开，会费就是社会地位有啊。校长领衔，我拢做委员，你做一个校长，我要去领校，吼、哦，要推荐工会，也要叫领校来开会，你敢唔敢试看？我找你，加我找你的麻烦。这你敢有钱？你知影这心声吧？是，那个蔡议员，会当收袂啦？你甲我讲的，我会当你，恁甲我收无啦？无系嘛？袂唔啦？我工会啦。无，我当然无法度嘛。啊，无系你工会会当收袂？你甲我讲啊。我就来讲，因为咱照法律来，就是讲，我照法律来好，安尼好，就是讲，请假也好，收会费也好，拢爱照法律来。好，教育局长，好、哦，你有听到无？是，咱第二会就是，台湾是最高民主国，依法论法。是，可是工会法实行四十二五条规定，就是要签约，教育局要签约，校要交签约，袂当收会费。家己完报告吼，这部分呢，阮嘛是有个要求学校啊。啊，因进前做法是讲，因经过校部会议通过啦。校部会议更是好签嘛、啊。所以我们会再跟学校重申，好、哦、这样。啊，重申你后改个我个，那我个了解个问起来个安内询，我就是讲市长辨认力可能你能力有问题，因为你无法独立管理岗位，衍生很多的问题。你怎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工会的管理机关呐、啊。啊！你家己成作为主管机关，你会当透过你，你的主管校的人交人事去了解伊。我今日你建议就是讲，吼、哦，市长你听者，我咧甲你建议讲，你手段做会到啊？你来
教育厅的讲法问的好，哦，当时你们请公假，我认识的校长，我知道有资料吗？对，其实跟议员报告，因为之前呢，工会他有行一个文给学校，说呢，他们收这个会费哦，是经过教育局同意的，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再一次的给公文给工会，说请他依照工会法的规定去处理。局长，我们教育局并没有同意。对啦，我知影，你无同意，他多少市长都讲，你个等于佮加新闻讲袂当收，佮今仔议会即阵市长安尼讲。第二，我甲你讲就是讲，你前落岗位作者才腐烂。就是恁这个系统出问题，恁无法度去监督、去监控伊岗位发文和各个国中小发出去，大家较早恁六人、十二人发出去，吼、哦，要求你也甲收集资料，惊死！比这真较严重，真是有改善，较严重足济。一当千几万只个呢，岗位出去无人讲违背呢，校长大家看你岗位惊要死，因为副本你哩真严。啊，你即马我讲啊，就是只要讲咱依法论话，拢才发明来。我真的甲你教，就是讲你的人事的，甚至最高法院行政判例有写，你会当要求伊提供资料啊。对，就是说他们请假，他们请假，他们一定要佐证资料。奖学金啊，别啊别，哦，就是说他要请假，他一定要佐证资料嘛，表示说他是在办理会务才可以。啊，你甲看恁的公文看卖。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要求。对，局长，你看我甲你调六间公会资料，好的资料，你看卖有无？有安尼写无？来要创啥？干部会？请准你公假，所以我们有再发文出去给学校，就是说工会要请假。局长，我正甲你讲，讲啊遮济，你到今可能都听不清楚啦。你卖甲我讲你做偌济，我今嘛是讲你落实我都做，我都管无啦。这个我们一定会来做。我实话甲你讲过啊，就是讲你应该爱以后爱改特资料，我开会了，除了三顿来看卖，我开什么会啦？你怎会说啦？你按开会中间给当两包，有诶两个按开两点钟。嘿啊！要讲吼，举手就无一定五分钟就煞，佮会录成只，佮开会两点钟。啊，有诶交岗位无关诶，啊要请假，我咧甲你讲一事，你爱去有法度来管理啦。对，这个我们了解，谢谢。好，处长。其实呢，阮遐偏乡小校有咧问一个问题啦吼。简单讲是啥？你这个交通车，咱教育变成变半当啦。哦，即马大家咧烦恼。你这有一个疑问，甲你问，你讲要甲副市长专案小组，袂，你讲个清楚，因为吼，我感觉是安尼吼，有诶代志你早办来解决诶啦，到尾啊，你也免去研究，你袂，因为你不爱裁并效是你的既定原则，哦，啊，你当初是讲一百人以后好，你要甲补贴交通车、营养午餐、教师会、教科会上一大堆，有这个讲嘛，有嘛吼？不啦，迄、那个交通车是苏焕智馆长过去裁并校的承诺啦。好啦，我跟你啦，你今仔讲个清楚嘛。我感觉是因为有诶代志吼，我感觉你会当很明快的抉择，好，大家卖搁底下担忧、担心这个议员讲不好，这个议员搁来讲，你看咯。安尼好不？我们这样讲清楚了三点哈。好，第一点就是讲，这个一百人以下的小校免营养午餐、免教科书，这个是我的政见，我的政策。那交通车这个是苏焕智县长当时合并校的时候的这个，免啦，伊即摆启动你的责任，免去讲苏焕智，你看别人讲我清楚个。好啊，第二个呢，要不要延续？我刚刚已讲了哈，就是说之前就是我请严副市长当召集人，每一个学校我们去了解，有需要我们就继续开嘛，如果没有需要的啊，然后这个就可以把它。哪个疫情没有消息？这个我们这个下一次预算执行之前嘛。下一次预算执行之前，就是七月啊，开学啊。我开学这个七八月个开学啊，你唔能讲拖到开学以后，讲无讲后改变什么政策过来讲啊。这部分七月份我们应该都还有经费嘛。好，我甲市长讲了吼，恁教育局伫新大医生的时阵，拢共大兴看讲啊无问题哦，哦，机会咱放龙也大哦，阮个机会敢问哦。哦，工作报告问讲啊，这个交通车的问题没有问题，哦，啊，当然你要甲反对，你要讲伊打破他们在议会的承诺，我嘛无意见咯，因为啥讲，我迄只地铁条是那讲教育局长，我甲避免啥咯。对，蔡议员，因为咱卖讲百分之百啦，就是讲我们让各个学校去检讨。我不反对啦，市长，我唔是反对，我即嘛是咧讲吼，恁政策执行的时阵，有时议员咧亲密审的时阵，拢会去要求讲会来，哦。你这个人，你关心的这件，你给他道歉啊！我医生看冷血话吼，
啊，这议员无咧做无多，因为议员要选举，来自选民的压力，有的教授会拜托，有的吼，有的校长拜托，有的家家长会拜托，诶，这个政策吼，到底是安怎吼？大家拢咧问嘛吼，伊这家长协会会长出来上，吴彦正就讲，大学长拢个欢迎，家长拢个欢迎，爱来甲我讲，啊，我来讲嘛吼，伊嘛唔是甲我讲，嘛赖会员讲，啊嘛可能甲李推之讲，李推之教育讲话，吼，类似即个恁咧伫议会时阵咧讲话，啊，无啊多的时阵唔通果断讲讲无问题，安尼会产生错觉。啊，做者等官就讲啊，改讲无问题嘛。啊，恁即马讲过，即马来去推，哦，恁就讲爱视状况而定啦，吼，好唔？简单两句话会比较清楚。第一个，并没有全面取消的政策。好。第二个，有需要我们就会继续开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啦，这样会比较清楚。嘿，是啦，我即马简单讲啦，吼，你坐我即马也要讲，和你讲啊，不爱讲，我感觉吼，我可能也不爱和你讲啦，吼，因为。我感觉你作为民意代表，一个民意代表，交行政首长到底是政治家还是明星，交伊前后的演讲举止是我有关系啦吼。我个人啦吼，对你讲，大学影射当然不一定民主光环是乌金吼，因为我个人我认为有意见，因为我参政基本的理念。我清廉参政，你咧讲话中间足侪影射国民党嘅议员，吼、哦，改成无啥清气，交无党派。我敢直接讲，是了，选举大家交手无同款，无检察官抓到大约就是无问题。上有无有不法的手段，还是小动作，大家拢有啦，吼、哦。第一届、第二届有无？凭良心。哦，你当然对你全国特别印象不好，我知道。我怎么要讲啥呢？你代表，实际我把这议员做这久，我也做。当然有一部分是遭人会议诟病的。你讲改革，我怎么要来讲咱行政首长的问题？第一。卫生局局长，我感觉你啥呢？恶心！你做卫生局长恶心！我刚才讲致命的代志，直接讲偌久？甚至尾啊，地检署议会送地检署调查，搁查到致命啊，送地检署。伊的检的罚款照代表是几来亿？一届几十件？当然是，许多人讲伊是 GMP 药厂啦，伊夸大疗效个不实广告，这你拢知，开单开足济，按一月车有时开到五六个月，拢总三十件，算一件。我第二回讲这句讲，咱应该爱定一个采外基准，到今今仔止损，无啥着，你请坐。我先来请教警察局长。真个案例啦吼，我正巧都要违规，伫甲互警察局长，互警察局抓到，警察啦吼抓到，警察同仁抓到，开罚单，到一个闯红灯抓到，开罚单，这是不是安尼？有无？咱警察局真个做法啦。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地点哈。拢开罚单哦、欸。好，请坐。老王局长，雇用非法外劳。第一届开偌济？你要看他的状况啊。我记啦，你刚刚讲150,000嘛吼，你个最低罚偌济？15到17,150啊。啊，第二届偌济？你是说他聘雇的？我赶快案件啊，雇主来雇主，赶快雇主偌济？赶快的雇主啦。你是说同案件或是不同？讲一个人聘用非法外劳，第一届罚偌济？当然一件算啊。第二届偌济啦？不同状况，第二次还一样15到75这样去。好。后来，地政局来请坐。恁咧非法散布地吼、哦、开垦咧，无引准的第一届罚偌济？原则上是60,000。第二届？第二摆有可能佫加30,000-90,000起咧。啊，嘛有禁止哦，吼、哦，别个迄个拍电影，迄个恁个家停止开发咯，有无？停止开发有无啦？有。好，请坐。我知道。因为按土地分区使用办法第一届开偌济？
6万。第二届12万。好，请坐。我卖一件一件问。我想要讲，咱卫生局这个做法，几十案算一案。第一届准和委员要收我20万，第二届加一件加一万。几十栋来离婚，啊，要甲吊牌，啊，要工厂甲伊关厂，啊，要任何处分，电台啊，要处分，吼、哦，电台是新闻局，黄校长，请你等好无？校长，拍摄了吼，是嘞吼，吼、哦，等于咱校长互相共勉之啦吼，吼、哦，目的为着我无甲你叫来，才校长以后会阁继续做出这个代志，目的唔是要对你任何不敬啦吼。哦没有，咱在校长讲，你也做无，我会甲你叫来议会安尼尔，吼、哦。因为恁校是较诶岗位较兴盛诶，伊也拜托你以岗位外交相关法令执行，好唔好？哦，校长，拍摄局长，我现在讲你恶心，甚至我要讲你啥，好整个市政府卫生局蒙羞，蒙羞这两字你知意思无？你一个高知识分子，恁岛诶人受过高等教育，一个议员伫议会讲遮久，你阁挡会掉？无定这个基准，安尼做，议员可以回答吗？你回答可以，啊，因为要尊重议事规则。可以，何必？跟议员拜托，我们这件事情已经讲过非常多次，我们刚才警察局长讲很清楚，就是同一个事件，哦，我们就一次裁罚。那你刚才一月到五月三十几件算一件，哦，对不对？议员，我你跟你讲何必行？我跟你讲清楚。好，冇紧。同一个时段。他因为有各县市会移送进来，所以我们会增加10000，是因为同一件事情同一时间各县市移进来，依照基准以后再去加1000010000，而不是不同时间点，这是第一点。你看好准哦，局长，你看好准哦。我知道，我要来收这功课，你唔能我别瞎讲。我知道。手机刚响呢，唔是安尼。我还没讲完嘛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刚才议员有提过，我们这个基准的确。在各县市的做法不一样，不过只有台北市是有比较严格的标准。全部咱内底咱台是上省的，当然各个县市跟咱同款啦。对嘛，所以你嘛知嘛吼。啊，问题是安尼哦，问题是是知道。那我也，你听我讲。问题难道像咱台是内患这多，各个十栋拢内患？议员，我可以讲完吗？好。那接下来的就是说，议员讲这个基准，我们也认为很合理，所以我们依照相关的程序，我们去做牵扯的动作。那。有关健康食品那一块，最近已经公告，哦，那另外其他的部分，因为中央的部分，它对于食品的广告基准，它有一个新的办法，所以我们依照它新的办法，我们会做牵扯。那要多久要签没合适了？才我基准，我讲一句啊啦，你不出来，我大概讲过了哈。健康食品我们已经公告了，财华基准。药师华，药师华规定，药师华现在在已经离开卫生局到市府去了。哦、那至于这个食品的部分，就三个部分嘛，健康食品、药品跟这个食品的部分。食品是因为中央有新的、哦、最近有一个新的采访标准，所以我们依照那个标准会做出来。所以议员讲到的，如果是累犯要增加，这个我们觉得很不错，所以我们已经在新的。啊，我都啊各科先问你听啊，敢无？什么？你这我各科先拢敢问过因听，因安怎做安怎做，讲你听啊。对，咱卫生局。您知道这个事情，我们已经在你讲我怎样讲过，因为我们要争过一些法制的程序。好了，法制的程序里面拖久了，我刚刚你讲代表是有这个标准啦，你也免叫法制处底下演你我看了，演来演去演这么久都没出来，讲多久啊啦？我刚才有提过了，好啦我们6月1号已经好啦，您讲的您的啊，我讲我的啦，因为我第二回讲这么久啊，您老心炸了，代表是二的，麦克讲啊这样啦。我们是好了，知道好了，你麦将我时间，我时间已完了。可地检署以上是议会以上调查局查到，查到知名有吼无经卫生署核准的文号，卡出代志的。第二，地检署交恁开会，希望讲会当后即个经验会当以上，毋是知名的代志，是恁对知名安尼全部的人拢安尼呢？恁台南是因为知名安尼，所以全部违反即个规定的人，恁也毋敢甲停业，也毋敢甲洗，也毋敢甲吊牌，哎，大家拢所谓啊。健康食品的部分，因为还有一些食品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东西。那议员的资料，刚才我想得很清楚，我们是一视同仁。好啦，啊，如果有一些啊，我跟你讲，治病去做，大家交易当局让我受影响的，因为你唔敢开治病，大家都唔敢处理啊。这代几个属性底下唔应该讲啊。
好啦，我们是依法做裁。好啦，我会教你吃啦。你依法做裁的，我知啦，都放水啦，我知啦。吼、哦，卖去回遐济。我们会依照新的裁法标准做一个裁。局长，你的这个客套话，免加讲啊济，以为工作者大拢知。来，继续，请坐。杜阿局长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我去参加新年嘉南水利会的宴会过年前，某一个议员，这资料你应知，起诉书我无检举你啦吼。甲我讲讲，我咧某一个议员收200万，伊了算去收200万，我就甲记名哦，甲调查局讲，一日我惊一日，哎，地检署公文来，普通我收到地检署，我拢惊到要死哦。讲好，某某人议长会前不起诉，不起诉无要紧。我阁看到内底严重足济，所以我只能讲，尾也要甲咱杜阿姊讲，你叫做你这局会当叫做财团建商发展局、发财局、财团建商发财局，我论述我你听，看有理也无理吼、哦。来放图片，简单讲，就是台南市不动产商业开发同一工会，甲要。政治现金钱撒去咱市长的竞选总部，当然我去做输市长唔知啦吼。我绝对我认为市长嘛无欠这钱。秘书处，我有先甲你讲啊，你问，咱市长聘的有几岁顾问，即目前几个？目前这是人事处的主流来，对，尤其是顾问。我记你讲，你讲我要提人事处，我讲你辞职编制，你这、你这、你这个人唔当，安尼无历史啦。我跟你讲过，讲你个引起的看上，安尼个，你也去甲看人事处去。我们有几则顾问一位，即目前一位了吼。上，黄先柱，薪水偌济？薪水部分大概。啊，你我别编唔知。他那个有相关的规定。偌济啦？依照啊，你咪当做咱两关的做个，我甲你问你拢无咧甲用讲，无啦，甲你头讲啊，你拢无去做个，好啦，大约七万二啦，哈。好，谢谢。大约三部分，一部分就是转落本来讲台南关的议员，讲伊有影响力。我想想咧，我来议会开会，有时一部分有台南市的讲陈文正，我个人认为，我陈文正。新民省工作报告大部分我都来，你讲我无影响力，以前我也感觉袂轻松，我拢会请点秘书。讲我谁经理，我嘛应该有教。咱黄先柱是市长办公厅的主任，顾问有几只顾问，薪水照领，会收钱了转互遐人。哎，奇怪，我较问呢，看咧个时候，某一个政党的人啦吼。这个表写足清楚，上重要其中一个讲话倒不起来，就是库力建设的陈忠土，应该是浙当署长了吼。第一个讲没有议员啊，市长；第二个讲没有市长；第三个讲没有工会运作；第检署副县长讲没有，不一定没有市长。其实我要讲的是这个政商关系。这钱，市长一直讲议会是一个乌金的所在，我是安尼认为啦吼。咱甲看这个因为反福利建设第一件案例哦，铁证。伫较早的时阵，86年，伊安怎讲？简单讲就是讲，先处地上物，爱管土地有咱市政府，较会当互伊垫脚输脚。为了算算的杜阿姊不够，输更加好，输就好呀。他翻头咧甲过，这是咱陈敏荣秘书长主持的啦吼。我唔知道你的观念是安怎，可是我感觉这问题真大，因为往个里库里建设哦，伫1801年。一月，为建桥，104年，
十月让他输脚，啊，刚下103年政治现金，政治现金要让他输脚，刚才明显说他捐款的比例不高，啊，谁能让他不要输脚，因为我们陈敏仁秘书长召开会议了，这件赚多少钱我不知道，我知道跟我们市政府关系不错。第二件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铁路东移，这人你跟我说他差不多烟熊比较贵，有点7-5亿，护理标5.27亿，结果护理动标你跟他说差不多获利8亿啦，哦，我跟你做报告，15%啦，获利8亿，远雄获利22亿，我是说获利啦，你当初跟他说，啊，所以我才会跟你报告说，好，不是这样比较出来的，你说是15%啦，哦，我是我去问很多建议书，哦，问你说，哦，一档15%，一档5%，进目前建议界没人要做啦，哦，我不一定说政策啦，哦，我跟你说的嘛，哦，这档倒两个大，哦，是啊，八亿是有包括 BID 还没起的，还是只是去照顾住宅而已，你说我最是含旁边局长，是谁让我会说你是这个局啦，你真的刚才一个人改财团建商发财发财局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是远雄得标，啊，对啦，没关系啦，哦，啊，你来说你呢，因为什么也是跟陈美玲主持副市长跟一个社区的后站高委员，哦，有委员，哦，当然啦，啊，因为有些我讲你啦，我这边出来的比较符合啊。你讲伊品质不好啦，吼，你讲伊品质不好嘛，啊，我是建议讲以后你招标吼，上好是安尼啦。你个标一个，剩咧三品质啥拢写好，剩咧一级别看上较悬啊较少，啊无临审的讲啊。那就是一般的土地标售，那就不没有办法做到。我紧啦，啊我外行嘛吼，一般人是讲我比较悬对啊，吼，靠迄个。咱的目的是要做照顾住宅，唔是为着要标土地。照顾住宅招标方式来当作些，上好卖用大家局处，我拢卖用临时的吼，较袂去产生弊端啦。当然没有什么弊端。这是铁路东移吼，自救物我伫报纸杀掉。伊刚刚讲的是讲安尼啦吼，讲的是讲上少100几%，我无想你遐管。30%是大家拢会当公认的啦吼，我是感觉安尼，真个建商因为吼作些人，我问。我这届为着要积存，我的员工6个准备过外月，收集各项资料，台北的建筑师、各项建筑师、相关人员拢去求证过，包括问台南市这建商讲，你的看法安怎？伊甲讲可能是咱市政府可能讲卖动路影响，留我有顶的人做啦吼。哦，我是安尼讲，好，这是陈通图伫地检署。讲话骨力解无够，啊！我唔知咱是唔是有讲啊？你都讲讲了到尾啊，对阮无不利，吼、哦！我感觉讲加减的案例啦。第二件，我来讲，咱的台南纺织，台南纺织咱是起先有名利双输啦，别的夫人又折兵。想要讲棒刀，我唔知想要高龙叫他搞，第一。会当伊关怀咱的公园、道路用地，咱市政府的地哦。我请问咱台南市有咧听我就顺的人，你听我讲，看有你也无你，你会感觉迄块地交道路和南方的围起来，是咱市政府的地无？东光路、凯旋路，含遐好大含凯旋路要左转，中华东路也未通。公园上知影是咱市政府的，叫做公共利益。咱工业区开发做商业区，官地有咱市政府。咱既然拄啊是同意安尼规划，迄日一个教授，我有邀请去做参观，伊讲是台南市最大的弊端啦。我唔敢咧承认，我是感觉讲咱市政府对南方的较好啦。我家己做报告啦吼，你这个案，你讲啦。伊这个案吼，是按照内政部定的都市计划工业区变更审议规范的标准。对啦，我即马根本是讲无标准，我是标准去做。你卖讲，你听我讲啦。伊回馈的比例，咱阁有阁个加要求，所以有超出迄个比例。你听我慢慢来讲。嘿，我即马咧讲是讲恁何公交道路为安呢？是无道德啦。
我想当初时拢有跟交通局有讨论，讲伊个是一个分流，你不让它分流，让它去混的时候，只会制造更多的交通事端。局长，我想到时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，好啦，你讲啦，啊，我得讲哦，你听你慢慢听我讲嘛，吼。安尼即嘛是讲，唔是讲你反对哦，你安尼讲合理不合理啦？就若要分流来降低交通的冲突来讲，作者安，嘿，专家学者拢有提供我讲啦，哦，是，你明明个甲南胖的即个公园交道路为做园内环道，即、這个叫做公共空间，互大家当用。第二停车场继续，咱一当，是人，你安怎地政局、吼税务局？咱批了户口又折兵闲哇！一关到底是咱政委哦，伊替咱维修公园，咱算算的袂好啦。这地予南方的时阵，咱收的税金得了啦，啊南方的咧用啦，南方的咧用啊。对一个知影讲，土地是咱市政府的，咱予伊管理了。公园，咱替伊管理，伊甲咱管理，各户的费用交伊做一个地下停车场，好咱，咱袂好啦。啊，咱市政伫这个开发案内底，咱阁做足侪公共设施，啊，替伊做好安尼，你看。个伊做报告，迄市的重要工程是因做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说唔知伊做诶。迄是伊做诶，唔是咱。咱偌济人员，你审查资料，你看看安尼，按照国标部到要死都唔免成本呢啦。好啦，你听我讲，你直接听我讲，来继续。伊要开播，即交通局长议会有甲我讲哦，咱无一个停车场，咱个去甲伊借一个停车场伫对面互伊用。咱今日搿个花是哪英雄？交南胖的设立时，以后要起大楼，今日不够停车，这是我讲的啦吼。当然恁或许不承认啦，你讲平水园区有需要做一个公，但咱从幼岁来无做遮大个停车场，开两亿外，公园当然本来要做。高千外万，我唔敢讲有啥物连接，这伫个对面。哦，我想想咧，是毋是因为讲以后要起大楼，上半部到停车场要用，有安尼停车场，大部分拢是要去南方人用啦。我刚刚咧讲啦，一般人无啥会去。来，电动公车，啊，咱先讲这电子游乐器材，教育局长。你当然无心渣啦！依照台南市较早的惯例，爱200公尺，有效的所在袂使。台南县当初要我要定一公里，林立进讲500啊500合理。进这个游乐市场，离东关国小几公尺呢？152。你讲定这自治条例，排除伊较早有建交，会当请无要紧，你上少嘛200。152，郑鸿先生，哦，这个是咱行政裁量权相大，这个跟咱生囡仔也无卡称，因为大拢鼓励囡仔唔能去校附近。来继续，一个开发案，佮明明一地佮分做三地，唔免翻平。最近这件对我严重，咱台南市政府。透过讲要甲咱台南市中西区、东区、北区较重要道路容积率，敢咱讲起的土地要起愈多，上下区交主体区，这个全国无我问过哦，拢无人容积率会当调整遮济，150、180袂当调我400。300、200、200会当调我400，无包括讲会当去买地来容积遗传。南方的伫试用，伫咱恁华的资料，恁华的资料，伫咧你讲无，我讲，只人你卖讲啦，我讲了你也讲啦。恁华的资料内底有，就是台东路到中华东路试用。您除了我了，那有排除条款，伊也炸了鬼啊，早就是排除。好啦，恁那个恁讲你也，你讲你搞不了，我无。是咱议员无多，恁拄我钱要评议员蛮够烦啦。到底对一个人会当准啊咧？恁讲拢机密。85年雷进步都讲袂使评啦，迄个雷进步。我唔是议员啦，我是讲你外口评委员啦。
是。要讨资料，你唔好我。啊，恁到时阵是今仔日，我去讨资料，恁敢让我知影资料？无，我敢知影讲，哦，啥物林森路，这国安警足济道路，拢会当恁提这个案，会当讲咩增加容积率增加济。简单讲，结论是安尼啦。恁定一个回归机制，二十米、三十米容积率调到400、400+。咱恁做一个案例，吼，我案例，讲本来好会当收1,050,000，新的办法咱会当收2,700,000，局长。迄、那个用这个案例，恁的迄个平数来导，你刚才计上会当赚偌济？22亿。我去做报告。你讲的迄个应该是售价，不是获利。无要紧啦，基础都唔是，因为变动因素太侪、哦，变动因素太侪啦。所以我是讲，你听我讲了讲，因为我时间存偌侪，我意思我讲了你也讲。这个案，局长，你已经上来进步啊？是，我想各级的委员拢会好好审查这个条。台湾性无人安尼做。台湾性是因为大家融资拢足悬，无像咱台南这个。最后。一个容积率移转，要考虑足侪因素，是交通因素，咱的公共设施、公园、道路、好应用、日照，足侪因素。恁甲我讲，要起新的行政中心呢？交通你来想看卖，咱大家受害呢？这建商财团好康呢？你这容积率移转呢？起会当平数起几啊倍呢？咱个收的钱一点点啊，结果咱市政府爱投入偌侪成本去算？所以市长，你要了解这个案，你讲要起新的行政中心哪呢？啊，新的行政中心，咱全部台南市除了安南区、安平区、加西区，伊全部拢人够减呢？有需要这么多大楼无啦？所以咱是用申请制啊，咱不是全面把它、啊。市长，阿伟嘉禾康的邱兄财团不爱申请你啦。所以会把所有的地主都已经通知所有的地主。我知影嘛，就是在防止炒作，用公开透明的方式。好啦，我就跟你讲啊，你这个办法内的专性无人嘉禾康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同学在台北市做建筑师，亲历的，是，大概给我说明，哎，嘛跟我讲，好啊，夭寿嘞，这个容积遗转是咩咩呢？啊，有嘉禾康的所在。我家己这部黑唔是容积遗转。那是属于容积，你增加嘛？那是容积移转，还容积移转哦。这个包括一旦我在拍来，这容积移转不省哦。它是容积调整以后，未来它如果有适用，这个不专业嘛哈。啊，不过我感觉你这个案，咱的负债偌济？咱的负债照经济租计处的，是1,140亿，市调执行到今负债加145亿。恁前几日咧讲。104亿多，咱的会计剩余款147,500万，可是当年咱是借57亿7,500万，开43亿去，啊，剩的讲剩14亿外，咱唔是讲1,200万，一个市场会当安尼，我感觉真系无简单咯、哦。五档负债增加安尼尔，无简单。我刚安尼讲，因台湾政府我做台湾政府议员，我心得过，无简单。可是你爱望良心想看卖啊咧。咱市政府负债遮济，你这个融资率会增加，咱市政府跌跌啥啦？像南方，你敢讲跌啥啦？所以我甲记者报告吼，咱的融资调整虽然不是全国最高，但是我甲记者报告，我的回馈金调整是全国上悬的。你已经悬到内政部，拢已经注意讲，竟然有地方政府敢调遮悬。局长，嘿，我讲你无良心就是安尼。是，你敢算继续赚偌济啦？你敢算咱市政府赚偌济？所以我甲记者报告，你会使好啊，过来检讨这个条文。啊、我想告诉你，进步也会有相关的讨论。好，因为我们调整是用最高的标准去调整的。中央道路弄个基础基础做管的交通问题，大家塞车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选30米以上的道路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调，那应用交通环保。也也道路容量才够。咱另外一个投入各种设备，所以它的道路污水处理特种，咱就开我像南方呢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讲你讲意思是讲你要有良心，你定的啊定，我讲我咱市政加收我钱，那个谈贴补家用了，你才会回馈金调整到这么高啊？全部来对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不让他有觉得说很容易获利，而是让他觉得要有很高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条件的生活的超凶，探比人家坐过来背，啊不必要乱买来收书，所以我才说这个部分哈，你会让设计师回去算，他们就会知道我这个算法是目的真的最高的。我已经问七个建筑师过了。
问七个鬼啊！台北高雄单位实际上有在做的，所以我才说，你如果拿台北跟高雄的售价来跟台南比，那当然就不是这样的算法。土地成本无几人，咱两个在公开辩论，我叫你建筑师跟你辩，所以也可以拿来谈。不是啦，台南的售价，你莫叫我底下连得罪过。我意思是讲这个案，你唔当市政府政府就遮济。最后我只能讲，因为咱这负责遮济，我坚决反对。你要去单一行政中心，是安怎？我遐互你双行政中心，对行政中心难以了，我遐已经人愈来愈少，边缘化愈来愈严重。你即马阁甲我做单一行政中心，我公务员走了，我较早是。那个，谢谢蔡议会议员哈。那我们今天，蔡议员，你的意见？哦，那给市长一分钟。好，那个先甲蔡议员说明了哈，就讲议长的选举你转告，伊是贿选判决有罪在案。我本人也好，赖碧辉也好，我拢无进行贿选的工作。一边检察官，检察官嘛无起诉在案，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抹黑，我想这社会自由公平。第二呢，我担任台南市市长，推动各种的市政建设，拢秉持清廉清净，袂去参任何团体、任何个人，甚至财团有任何挂钩，也是有任何交换。这点我相信市民一定做清楚。第三项呢，就是讲我有哪请议员。你监督市政，阮谦卑面对，但是请用健康的消息，莫抹黑，啊，有哪莫政治化，更加唔通针对无辜的个人。还有几秒，对，喂，还有几秒，对，那个蔡议员，讲，我个人文静，绝对清廉参政，我嘛不懂是市长你咧。影射讲国民党的议员啊，是无当这个议员有啥物不法的行为。我检察官，我甲陈忠主收啊，这个案件就撇。我敢安尼讲，因为斗袂起来。我文件绝对有数据有根据，有可能是数据看法交恁无共款，绝对袂甲恁抹黑政治化。我敢安尼讲，这足济局处长会当替我作证，我议员的文件有安尼做无？好，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蔡议会议员、林秉立议员和林彦柱议员哈，那也谢谢赖市长、李秘书长、各局处首长、主管的列席、新闻媒体的采访及本会各位同仁的出席。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。